对不住了啊，兄弟们，对不住了啊！这个地方真的是卡，看见没有？在一个山沟沟里边，在一个山沟沟里边，然后卡住了。然后咱们当时是，差不多100个人的看，但是卡住了啊！看这个沟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这个线，咱们在这钓甲鱼啊！看，拽直了啊，兄弟们，拽直了啊，拽直了啊！然后荡到这儿，然后荡到这儿，然后又过来了啊！甲鱼应该在这底下藏着，甲鱼在这里边藏着啊，兄弟们。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没有，兄弟们？看见甲鱼了吗？我不敢抓它，我操！看见了吧？我操，藏在这儿了啊！看这线拽的都直了啊！不知道大小，我没怎么逮过甲鱼啊，就下了7个钩还是8个钩，一个小的。我操！我操！别让它咬住我！我操！差点跑掉了，差点跑掉了，兄弟们！我靠！我靠！我操，这你们还说是，如果说是还说是养殖的话，那就搞笑了。哇塞，跑掉，哇塞，跑太快了，这玩意儿，哇塞，我第一次钓甲鱼啊，拽上来，别跑，哇，哇塞，这跟遛狗一样，兄弟们，你看这速度，哇塞，这有点小啊，不过就哇塞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是不是野生的啊？这玩意儿咋拿呀？哎呦，要干我呀！他要，哎呦，是不是这样拿来着？洗一下看看是不是野生的啊，兄弟们，放养的看。你们说天天说喷我啊，说是放养的，这有点小，看这爪子，我操，是野生的吧，兄弟们，看这爪子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呀，你妈呀！差点咬住我啊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，有点害怕。这个大头，差点咬住我。钩子在这儿，看见了吗？有一个大力马线，在这个位置，看见了吗？我操，这是野生的吧，兄弟们，看看，漂亮，给老弟点点红心，兄弟们，以后这个东西也可以干啊，兄弟们，给老弟点点红心。没关注的给老弟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，漂亮。